好女孩们给洪振热情的掌声。请给陈翔的热情的尖叫声吧，一二三尖叫哦。谢谢洪振声响，谢谢名模陈伟丽。有请伟静。现场朋友 make some noise 给明杰。谢谢伟静、明杰，还有一零零名模文心，掌声鼓励。有请伊恩 from Special。谢谢依林的名模引力。现场粉丝们用你最大声的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 Special。 欢迎三位名模伟丽、文心还有伊琳 from 伊琳。
来磨擦你的底片了，请台上的八位看看中间的相机。也请台上的八位看看您的左手边。On your left。也请台上的八位看看你的右手边。再看看你的中间。台上的八位，我们可以一样的队形到这个位置来吗？好不好？一样的队形 ，This way, please。看看您的正中间。看看你的左手边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先谢谢三位美丽的一零名模，谢谢伟丽、文心啊、尹丽 ，special 请留步，谢谢。来看看我们的正中间，再看看你的右手边。我们请 Special 回到背板，我们再来拍一张照片吧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看看你的左手边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give it up to Special, the Big Mac Showtime, wonderful, 谢谢。 Special 请到后台稍微的休息一下，谢谢。现在每一位应该都吃着我们的大麦克，同时呢，当然你需要有很棒的 model 穿起来才会帅，对不对？再次欢迎 Special， 欢迎 Special， 哇。不过梁先生，你看到穿在 Special 身上，你的感觉如何呢？太适合了，好了，一年内都不要脱掉了。太棒了，我们请不良站在这边 ，Brenda 站在这边，要让你在帅气的男生的旁边，站进来哦，好。那不良借你的麦克风，明杰，第一跟大家打招呼，第二简单的。跟博尔良老师分享一下这件衣服为什么你那么喜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明杰。博尔良老师这件 T 恤是非常有趣、非常好玩，而且让人食欲大增的一件 T 恤。对，那我们团员们都非常喜欢这件 T 恤，甚至想要自己再多买一件。我们刚刚有讨论这个问题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次活动，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件 T 恤，谢谢。那明杰，你也顺便分享一下你多么爱麦当劳。爱麦当劳，基本上我们就是都是素食控啊，公司都会，吃到公司会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节制一下？对，因为我们真的都非常喜欢吃麦当劳，无论是大麦克，这是已经经典。我个人是也很喜欢劲辣鸡腿堡啊，还有很多你知道麦香鸡啊，对，都讲得出来，价钱都背得出来，但是现在不方便讲价钱，对，所以是大家都爱吃麦当劳。好 ，Brenda， 不快开演唱会了，后台的大量送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有欢乐送。真假？我其实觉得把一个汉堡穿在身上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大麦克上面是汉堡神功。结果才发现 Stereo 经典的小鼠，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有趣。那我本身其实很喜欢吃大麦克，因为其实我有一阵子在减肥，因为我很胖。那其实麦当劳大家给大家的印象好像都是油炸的比较多，所以我就会点大麦克，因为它比较少油，其实它好像没有炸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吃。还有一阵子就是因为那时候非常喜欢的 NBA。然后大麦克也会送那个手环，我就不停一天到晚就是吃，从头到晚就是吃大麦克，骑那个手环。如果每个月大麦克可以绕台湾一圈的话呢，台北到桃园那段应该是成想的。树林以南都是我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正，那非常感谢麦当劳 Brenda 姐还有博雅哥。
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那我觉得其实这身上这件衣服呢，它非常的简单大方，然后再配上运动鞋和运动裤，就不失好看，也就直接就说走就走，要打球就打球，是一件非常机能性和外观都兼顾到的衣服。你讲完，博尔良先生都笑了。那你自己喜欢吃大麦克吗？我喜欢啊，因为通常那个我们都会在群组里面就会留下一个记事本，然后要吃什么就那个留言，那我都只会说照旧，意思就是我就要大麦克。我们的群组名称就是 Special 什么大麦克吃到饱，认真。是。洪正，如果马上开演唱会，演唱会上场之前的话，你会点什么麦当劳呢？我会点什么麦当劳吗？如果说要点麦当劳的话，我一定点大麦克，然后薯条，但是可乐的话不要，因为有气嘛，所以就改成柠檬红茶。哦，爽健美茶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欢迎要 Happy Birthday 的韦静。谢谢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我觉得这个衣服呢，非常的有活力，非常的有朝气，而且它非常的缤纷。然后我觉得穿上这么缤纷的衣服呢，那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好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缤纷的衣服。那明天要过生日的，如果你要点要来这边过生日的话，你会想吃什么样的麦当劳呢？哦，麦当劳我一定点大麦克，然后薯条、饮料我都不要，因为我要换成玉米浓汤，然后再把薯条沾着玉米浓汤吃。所以 Brenda 这是行家的行为吗？确实网友他们很推荐的一个方法。谢谢韦静的分享，明天生日我们这边请你吃饭好不好？伊恩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恩。我非常喜欢就是这个大麦克的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它是黑色，我本人很喜欢穿黑色，因为我觉得出去的时候很低调，但又不失那种奢华，又不失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酷。就我作为我们新一代学生，我觉得穿这种衣服出去跟朋友怎样怎样都很酷的。那大麦克永远都是你们 number one 吗？在麦当劳？大麦克永远都是 number one。演唱会之前，我们好好的让你补充一下能量。那韦静，那个今天的装扮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就穿短裤。对，我今天穿的是那个大麦克的白色草T，然后我非常喜欢它上面有很多那个重复的大麦克的图案，然后还有搭配这个 Stereo 经典的这只小鼠，我觉得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因为就是非常的缤纷，非常的活泼，然后我非常的喜欢。那当然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声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一二三，说生日快乐！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最后，洪正廷代表 Special 分享一下这次跟麦当劳还有 Stereo 合作的经验，好吗？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非常的特别，是因为它有一个意义存在，那就是经典，还有永不退流行，还有一种特殊、特别，没有办法取代。的一种意义在，那其实跟我们 Special 当初成军的理念有一点相同，就是我们要做到比特别还特别的这一种相呼应的感觉，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所以 Brenda 这次合作除了麦当劳 Stereo 是双赢之外，加上现在最红的团体 Special， 这是一个三赢了。那马上我们要创造一个明天的头条，让我收下两位的麦克风，然后请台上的七位摆出你最麦当劳 Big Mac 的样子，我们来拍一张合照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有请现场的同事将我们的道具交到博尔良先生还有 Brenda 的手上。台上的七位，请看中间的相机，请定格五秒。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再看看你的左手边 ，Brenda， 看看你的左手边哦。右手边，最后请看正中间，我们要定格五秒钟。在拍照的同时，麦当劳大麦克原创潮第一发表会圆满成功，谢谢。还有跟围坐我们的。拍张照片，谢谢。
尾的媒体联访会由 Brenda 先接受采访，接下来呢就是 Special。我们请你向前一步，大家独拍一下好不好？走到中间那里，对对好。待会我们媒体联访的顺序是 Brenda McDonald's Stereo 不二良先生，然后才是 Special。韦静，轮你了。洪正，有请陈翔。最后，明杰，谢谢明杰，谢谢，我们掌声谢谢 Special， 谢谢，请到舞台稍微的休息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也再次谢谢来到我们的发表，谢谢你来邀请我。可以吗？谢谢谢谢，我们请五位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喜欢身上这一件草T呢？因为本身喜欢黑色，然后看这件大麦克又是黑色，而且穿出去很低调，就是因为我们当就是所谓的偶像出去都不会穿颜色太亮，所以我喜欢穿那种黑色，而且很酷的感觉，就是我喜欢。我身上这件是比较缤纷，然后我觉得身上缤纷的颜色可以穿，这件心情就会特别好。因为我本身是属于比较懒惰，所以黑白色系可以说是百搭。那又随时我们随便要练舞，那最近又加上他们要开始练习，要不要练？就是穿这样子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我也不会觉得太不礼貌，好像是乱穿。因为它其实整体上的设计还是有一种潮流的元素感。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大麦克，所以可以直接把一块汉堡穿在身上，可以非常的喜欢。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有型的，都要用本身开头嘛。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有型的男人就是要配一件有型的草T，大麦克这件绝对是你的首选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你刚看大家早秋都还蛮专业，在家里训练。在后台训练，对吧？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非常帮忙，是因为我们大家就是不是走 T 台出身的嘛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有融合了一些有趣的音乐，再加上道具帮忙。那在包括我们到了现场，那秀导也非常的热心的教导我们要该走在什么样的地方。那包括刚好的大家的那个默契都还算是 OK 的，没有出太大乱。除了韦静有去捉弄人家之外，这次他们发现吗？你讲一下好了。没有啦，本来那一趴我要跟那个一零的那个女生经过的时候要击掌一下，然后结果我就忘记了，然后结果她要跟我击掌的时候，我直接看别地方，她就这样。哈哈很专业，很厉害，真的是一秒跟你打招呼了，一秒跟你打招呼，算是无愧了，对对，很厉害。就没有偷看一下，是不是想要走的状况，就是谁走开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最有趣的应该是易恩吧，因为易恩是唯一一个跳舞的。他干嘛跳舞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跳舞？因为跳舞觉得就是结合现在时下很流行的，就是流行舞，然后加 MV 舞，然后结合大麦克。你说自己的歌流行？怎样？流行歌，流行歌就是线上的歌，然后就是感觉有跟年轻一代接轨。陈翔有刻意板起脸孔，就故意不笑而已。没有啊，我刚刚还是有笑，就是比较平，就像平常那么活泼而已。
想说今天是一个酷一点的感觉，正式的场合要给自己一点特殊的定位，就是帅中带一点俏皮。所以给自己的分数应该怎么排？我不知道嘞，其实我想，我不知道刚才公司有没有拍，我很想看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比艺人的那个有趣，因为其实他在彩排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旁边看，我觉得他很伟大，很伟大。他跟那个另外一位秀导还要求说，可能要对个嘴，看会不会更有气势。对，我觉得他很棒，因为其实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出来 solo， 所以他就代替我们 special 出来 solo 这一段，我觉得他真的很棒。羡慕的口气。就特别是选五个比较会吃的来出席这个活动，怎么选出这五个？其实我们不太清楚，应该就是其他人有其他的风格。其实我们五个也蛮会吃的，还是因为上次点餐，然后我们刚好两个点大麦克，就说啊有看到点大麦克才能参加一次。那明天就是伟旭的晚会，大家有跟他一样去吗？有，他们刚刚都有跟我说什么。无聊，不会无聊啊。有什么生日愿望吗？生日愿望哦，希望我们的演唱会可以顺利，太官方，太官腔了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以后各自的戏剧都可以很好的呈现。还是很官方。不官方了吗？粗俗一点没有关系。粗俗一点。不是粗俗啦，那个。粗俗是什么？不要带脏话。不要带脏话。不要。就是不要这么的。真实的心声是什么？真实的对，百万。嗯，希望。我真的没有哎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出，最近没有出什么愿望啊。交女朋友？这还好，这应该不用许。赚大钱。交男朋友？这也不用许愿。喂。就是希望一切是平安顺利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你有看到歌迷的大礼包车包什么？哦，有，我看到那个有公车，还有计程车。都有上面有可能那个照片，对，很特别，其实蛮害羞的，因为他们还有告诉我说，哎，哪一号公车哪一路有，然后我自己还想说，哎，我要不要去搭一下？可是想要太塞，不要好了。可是我都有看到一些公车的照片，我本身去搭其实等不到，因为现在公车人没那么多。对，应该不会等不到，因为他刚好是帮我用在我家附近那一路的公车。对。那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他没有穿来。特别的礼物的话，粉丝有送我那个很可爱的番薯蛋糕，然后就是上面有我最喜欢的东西啊，杯面啊，还有我家的两只小猫啊，反正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都用在那个番薯蛋糕上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那明天有什么庆祝的一些什么吗？明天是工作，所以因为也已经习惯，就是生日当天可能会有工作，所以都习惯已经提前先庆祝。對，虽然已经说过就是生日快乐，他要不要给他一些祝福啊？现在一人一句，一人一句嘛。我希望伟俊呢，能够在未来，在歌唱方面能够再让大家更注意到，那我们也可以跟公司开来合作。下一张专辑如果有下一张的话，可以就是有个人的作品收录，不一定每一首都要大家一起唱。祝伟俊哥可以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活泼，不要再宅在家打电动，跟我们一起出来吃大麦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蛮烂的聊天。我希望伟俊未来可以参加很多歌唱节目，不要只是看着徐佳莹哭，站上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他哭。谢谢。会为你而哭的啊！今年的这个岁数也不小了嘛，所以这个希望未来的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一起度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演唱会进度如何？生气吗？没有睡，没有睡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因为演唱会真的是在跟时间赛，5月21、22，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动，那舞蹈方面呢，会有很多根本没有表演过的歌曲，然后也会有连听都没听过的歌曲放在上面，放在这个秀都没听过，应该是不会有连听都没听过的，没听过原创歌曲，原创歌曲，原创歌曲，那首已经上了，是不是？都上了，都上了，都上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超
讲比较没有主打过的歌曲，对，没有主打过的歌曲，那最新的歌曲，隐藏版的歌曲，对。所以其实演唱会是不是大家体力都还好？完全不一样规格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光舞曲的部分就有做一个主曲的动作，那就是一首接着一首，不让我们休息。所以体力 OK 吗？在今天我在找那个大蒜针在哪里？大蒜针，补充体力，补充体力的，就是打一针之后可以让体力快速恢复。对，陈翔会瘦大腿吗？其实我真的一直在问大家要怎么瘦大腿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也大腿，因为我不知道，裤子就是穿低一点的。可能穿棉裤了吧，或者是内裤穿的好看一点。谢谢我们全亚洲的电子媒体朋友们，谢谢。那接下来 session 向右转，我们在靠窗那边有文字媒体联访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， 一定要收看 YY 直播。你们真的很。